往前面，不要往后面，往后面闪一般都会被预判。炮火轰鸣。我江河敢死，你是老古董还是开玩笑？来吧，战斗！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救不动他。杀子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他升级了就先走。没有失去灵魂。把一交了，我就能去割了。头顶前，要是没有欠攻的话，那我 Q 都不太想 Q 他。找到了我的憎恨 ，Q 不动了。让他把兵线清了，我不打，我直接不卡刀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你要上你自己上。为什么总他妈喜欢这样抓人？好傻逼，跟上把那个中单似的，抓完人就进那个大脚草，完全把对面打野当傻逼。然后七级才有机会啊。多点钱。不要犹豫，我的心是铁做的，就算安妮搬进也很慢，没捅过。往前面，不要往后面，往后面闪一般都会被预判。卡牌应该不会飞我，他没动，他还在中路升线。那就是应该来不了。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早死早超生，这男枪去到哪都挨打。哼，把兵线清了去刷石头人。你搁他跟他换是没什么用的，你刷一波石头人将近有200块钱左右，然后清完石头人再回线上清兵线，看一下能不能越来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有 W 吗？哎，你还秒 W 吗？你直接搁那原地摁 W 应该也不会死吧。这不大事。又一个背叛，就像在上古打人一样刺人。从你这个大回太多拳。我这个是一级大。哎呦，好像死了，被点燃了。我看一下能不能跟个大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
大风死亡之旅，他的伤应该够了。哎，这安妮可以啊，安妮绝对不是本地人，有点东西。好，急了。这怎么也没死呀？还好我没交闪，终于来。这怎么也不死呀？我靠，有这么肉吗？应该打不了，我马上到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还是没。先出无尽嘛，他们护甲不高，剑魔也没出护甲，他出影魔刀的。我有。应该死了吧？还是没死。红抢到了就行。当心炸药桶！背叛了我。大龙都没了，还追。吹得好，他好会吹呀、啊，兄弟们！夸我，大声点，我耳聋听不到啊！